好，因为名字真的实在太多。好，没看过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看，它是有点杏咖，用黑色线条杏咖，有点豆粉的感觉去组成的一件衣服哦。然后它的条纹呢，就是跟之前不太一样，之前都是很完整的条纹，就是很规律，这一次不一样。很特别的是后面有个后交叉，对不对？它可以两面穿，你想要先圆领后交叉，或是前交叉后圆领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它的弹度来又是可以拉去，不知道是哪一边的哪一边。好，这么弹这么弹，所以是大胸部是肉肉的粉丝皆可穿搭。好，那我们来反面一下给大家看哦，示范两穿直接。好，因为这个颜色外面很少有，然后如果啊，你看搭一个黑色的短裤或是长裤，我跟你讲超赞，有没有？很好看，不一定要拉蓝色啊，黑白灰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非常非常好看。这件衣服的质感很好，而且很弹很软。好，有些针织会粗会不舒服，所以这件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搭黑裤，穿起来超美。好，而且这个颜色在外面根本就不会有。小心机，对，它也是螺纹的，但是这一款是针织的，针织它的是有一点厚度，但是今天优惠给大家，你们真的不能不抢，因为你错过了你一定会很难过。好，再来哦，来，好不好看？雨桐，你这样我很难不记得你。好，赶快跟我讲话，我等一下会抽奖。郭子，挑肤色吗？不挑。嗯，妞妞商品啊，我都其实我在直播我都蛮老实介绍，不会挑，我就叫你不要买，因为很多应该里面很多旧粉丝有经验啊，有的太黄啊绿的颜色，我都会直接说不要买，会黑掉。所以我说可以买的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，这个真的可以包，因为这外面会没有。然后你看超。这弹力真的很好，然后这个红色非常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它配上黑裤更好看，来，有没有很厉害的感觉？两个颜色都很厉害，大家自己选，红色更显白。我就说吧，你们就很爱我，很喜欢我穿那种很亮的颜色。过年可以穿，过年还有过年更厉害的衣服，不用担心过年。好，这个真的很美。好，那我一样再反过来穿给大家，催我哦。如果你要现货，你想要这个礼拜这几天就拿到，请你自己动作快一点。它很便宜，它真的很便宜，它好像才包多少钱而已，反正很便宜就对了啦。超显白。好，有些粉丝会说，那我现在买这些干嘛？又穿不到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买的衣服才好看，等到真的适合天气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穿。听说礼拜五要变凉了，大家也想穿点新衣服。那这些东西不用担心买的之后穿不到，绝对买到赚到，因为之后我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你们又是第一手就有了，非常非常好看哦。好，那。